玩明朝的我终于是吃到香饽饽了。就在刚才，明朝官方放出了两位新的角色，这两个新角色包含一个五星角色和一个四星角色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五星角色啊，这个五星角色的介绍呢是黑海岸的守岸人。你们看这建模，这颜值，我的妈，建模我跟你说没有一丝多余的，全是细节。其他的目前官方没有放出太多的消息啊，只是放出了这个角色的部分例会和简单的介绍。在介绍中呢，他还说这位五星角色呢拥有解析、完形、推演。看着介绍像是拥有一个占卜天赋的一个奇女子啊，她的这个造型以及她的故事背景介绍啊，非常的吸引我啊，我很喜欢哈。除去这个五星角色呢，还有一个四星角色，这个四星角色呢叫幼狐，名字如其人呢，非常的可爱。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四星角色的啊，是因为明朝这个四星角色目前确实不多，但是还得夸一下明朝啊，明朝这建模是真的相当的完美，就这个四星角色小柚子的建模也是一等一的，尤其是你们看这个小柚子的眉毛。它是一朵祥云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国风味太浓了。这个小柚子在官方的介绍里说它拥有寻宝鉴宝的天赋，妈耶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摸金校尉吗？